这个红果就是照照相，照个相就在这里。好，录个像也照个相嘛。就是它整天在长的时候，它就是在录像。好，它拍照呢？拍照就是它闪一下而已。啊。它照相就是按一下就行了，它就自动会保存。嗯。就是你的录像就要按两下。那个一键升起跟跟下降。没有的。嗯。